林可家族。大家还记得我们玩过的奶油发想的玩具吗？不记得，不记得。你们两个居然都不记得了？对啊。那今天我就让你们找回那天痛楚的记忆，好不好？要怎么找回啊？我那天痛苦过吗？对不？但是完全不记得，完全不记得事情。天哪，这么有趣的事情你们居然不记得？好吧，今天呢，我要带来一个这个升级版的奶油巴掌，然后呢，比之前的是更高、更大，而且它不再靠运气，而是靠大力锤。Oh my god！ 然后呢，我要用这个大力锤来找回你们的记忆。啊！彪！哦，我想起来了。哦，我也想起来了。那今天就赶紧拿出我们的高空奶油巴掌吧。哇，我这个真的是站着玩的，好神奇啊！站着玩，而且是靠那个锤子，这样一锤，它就飘。就是我们在游乐园会玩过，就是突然一下起来，然后弹起来的那个。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就赶紧打开看看吧。好了，现在呢，我们的高空奶油巴掌呢已经全部都组装完成了。现在呢，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。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呢依然是有一个转盘，但这个转盘上面呢有不同的三个颜色，黄色、绿色，还有呢红色，对不对？然后一转，哦，比如说现在指到的是红色三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呢，再看到这一边，这边呢有三个档，绿色、黄色和红色的档，那刚刚我们是红色嘛，所以呢就调到红色这个档，然后呢再用这个大力锤锤三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呢这个红色是最难的，所以呢绿色是最简单的，然后呢黄色然后是第二简单，红色是最难的。那这个难度到底是怎么样子呢？比如说我们调到绿色，五，它这个升起来了一点，然后呢我可能轻轻一锤，这个红色的就会啾啾啾会碰到这一个，然后它就啪会打在脸上。但是红色的话你就是锤超大力它都不会，因为就是红色要最大力。好，那现在我调到绿色了，那我试一下。哦，看到没有，终于啪。好了，现在呢规则就是这样了。那我们现在把Simon和月儿也叫来一起玩吧，走。好了，现在呢游戏就要开始了。我们先石头剪刀布来决定谁要站到这一个，对，这个死亡的位置。来吧，受罚的位置，奶油位置。好，石头剪刀布。哦，我是第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决定第二个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耶耶耶耶，你是第二个。耶，居然出出了布，对不对？我以为要出剪刀。好，那现在先来锤的人是月儿吧。好，好，那你先转。Ready？ 哇，黄色一下。哦。要往这边来一点，这边这边。哪边？好危险，这边这边。哇，好吃。一二。把喝进去了，好好多奶油哦，奶盖撒满了。好吧，那我就来转一下哈。哦，可是撒满力气更大，我肯定会遭殃的。哎，这个有时候可能跟力气也没关，对，它是巧劲儿，对，那个巧劲儿。一，哦啊，绿色一，可是绿色是最简单的，一打就起来。先调到绿色。Summer 不一定呢， Summer 可能就是大力没有出奇迹，也是还好是一，要是三的话回回被打，连打三下。但如果就是三下的话，打一次就可以了吧？应该三二一，射到嘴里了，真的厉害！哇，而且我感觉我的腿上已经全是奶油嘞！哇。腿上都溅的有奶油味。第二个就是我的。好，我要报仇。好了，现在呢该第二个 Summer 受罚了。先呢小林来转转盘了。
转起来了，黄色两次，两次哦，刚刚说只有一次。好，现在呜呜，你在干嘛？这么多？好了好了，黄色，现在赶紧调到黄色，因为我知道你饿了，有点稀了。OK， 好，黄色两次，一，呜。比较大，黄色三次，你有三次机会，好，挤奶油 ，Summer ready， 哇，一，哎呦，这个上不去，哇，还差一点点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。表示很开心啊，终于可以吃了。赶紧的，你们要是抄不中，我跟你说不会原谅你们的。绿色两次。哦天哪！绿色两次，绿色是最简单的。一啊！哦啊！不行了！